爸爸媽媽食生果，食完之後我洗碗。啲家務等我嚟做得啦，做咩呢排咁黐家嘅？晚晚都回家食飯。師傅近排度稿度得順，咁我咪可以準時收工咯。咁得閒，點解唔會拍拖啊？重頭佢近排好忙，忙到連瞓都冇時間，仲邊有時間同我拍拖喎？佢而家拍緊《琴佬俠》，又要拍《渣男攤二》，仲要去澳門拍真人 show 啊！佢個schedule咧勁full啊，我都好耐冇見過佢啦。好彩而家通訊方便。你同佢大可以視像嘛？嗰個真人 show 咧有隊 crew 全程跟住佢噶，佢係要放咗工啦先可以 send message 俾我，但我都瞓咗啦，要第二朝先見到。以前要見面已經難噶啦，而家仲慘過人哋浪啲。啊！記者影到好沖頭同埋琴佬俠個女配角平平啊！ 前头嘅呢日化妆间啊！啲记者话佢系发电机嚟噶，成日喺片场挨身挨细，行下冲头，唔通连冲头都抵受唔住佢嘅诱惑？睇嚟都要我出手教训呢个贱女人啦！妈，你冷静啲先啦，嗰啲记者乱咁写噶咋？呢个女人成日都黐埋冲头度搏剑报噶啦。你一早已经知道？之前大围倾剧本嗰阵咧，我都喺度噶，嗰个平平特登放咗俾啲记者做新闻嘅。 但比此類子，日電夜電，真係唔怕一萬，只怕萬一啊！琴佬俠身邊有七大美女，個個都係港姐嘅質素。雖然我家玉英佢就天生麗質，但係平時不作打扮會被比下去。咁我不嬲都係呢個 style 噶啦。危機當前啊，點都要準備下噶啦！你一定要攰翻啲女人嚟出嚟。 咁先可以绑得住冲头噶。就落去啦。Cut，good，起笔。阿哥啊，我想话咧。 点解呢几日都未见冲头嘅？几时拍到我同佢嘅对手戏啊？头肥仔啦，但系我都未知，因为呢剧嘅温单仲排紧。好，想快啲同佢对戏啊！补多个平平大人包嘅 back shot 吓。哦，大人包嘅 back shot。导演啊。系。拍个人包咁简单，点解要再嚟嘅？ 哦，拍埋呢個梳咧，我哋就收工啦，俾心機啊！耶耶耶！準備準備，哎，好快好快啊！Action！ 既然你咁中意銀包，就落去啦。Cut！阿平平啊，你頭先遞銀包嘅時候咧，唔係放軟手腳嘅，嚟個好啲嘅，哎，再嚟，好嚟一個。導演。係。對唔住咯。 我都唔知幾時得罪咗你，就算你要針對我都好啦，咁都唔好連累到全世界遲收工啊！嚇，我幾時有針對過你啊？嚇，唔係咩？咩角度都俾你拍晒啦，個銀包咁簡單，你都要拍嚟拍去，咁你仲咪針對人啊？我點會咧？係誤會嚟嘅啫，咁啊。到佢又點會係針對你咧？呢個鏡頭雖然只係見到隻手咋。 但其實劇本已經寫得好清楚，你心入面嘅矛盾，你係驚俾個銀包對手嘅時候會俾人睇穿你心入面嘅秘密。呢個鏡頭就算只係見到隻手，其實都已經表達出你內心係帶啲猶豫，有帶啲謹慎。哦，謹慎啊，謹慎啊，係啊。其實道道咧都只係跟翻劇本嘅要求啫，除非係有人理解唔到或者做唔到咧。做到啊，咁嚟多個咯噃。 好啊，導演。準備，準備。嚟啊，導演。唔該曬你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唉，頭先真係唔該曬你。咁我都係撐翻劇本啫。好彩頭先幫你，你喺度咋？你知唔知啊？頭先沖頭唔喺度啊，個平平喺度爆啊！啊，希望陣間沖頭咧飯後翻嚟咧會好啲咯。嗯。飯後沖頭翻嚟咩？ 因為呢個真人show話想拍沖頭喺片場度做嘢喎，咁所以我哋臨時加咗一場沖頭嘅戲。哦，加咗。好啊，咁我去化妝間執一執份稿先，我哋一陣間見。又忙到 連 message 都冇時間覆，斷估佢都應該要入嚟化妝間啩。
嗱，一陣間咧，我哋就會由化妝間開始拍下沖頭啦，每一日拍劇嘅過程嘅。咁機器組唔該呢邊啦嚇。小姐，唔好意思，我哋要跑一跑化妝間嘅大環境，你介唔介意讓一讓開10零分鐘就得㗎啦 ？OK 啊，咁我去買杯咖啡。 見到你，我工作有特別起勁，留意到你今天化了淡妝，長裙襯托得你很美，可惜片場內不方便傾談，只能留言讚美。知道你很忙，希望你快些完成手頭工作，好好休息。 你几时变得咁有心思噶？浪漫只因为有你。导演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我咪写咗，话好想见到你咯。嗰啲字条系你写噶？呢度冇其他人，有咩嘢可以直接讲，唔使扮啊。扮咩啊？我唔系好明你嘅意思喎。其实。 我都未接受到你暗恋我呢件事，不过今日咁多人，你都企出嚟撑我，你嗰种你想为我出头嘅眼神，俾我知道你系几咁紧张我。喂，我唯有接受你嘅爱啦。导演啊，我谂你误会咗啦，我撑你咧系因为我都好唔中意平平啊。你唔使呃我啦。 你中意我都唔系今日嘅事啦。导演啊，我可唔可以问你借碌借嚟用下？我去。唔该。头皮。哎。啊，帮人哋都中意食借嘅咩？冇啊，成个片场都系拗借嘅啫嘛。嗰次你用攞借嚟做藉口见我，实在太过明显啦。当时如果唔系肩方同头皮喺度做电灯胆。 你都应该同咗个表白啦。唔系啊，导演，系因为师傅话片场有老鼠，所以我先问你借定支借嚟傍身，可以保护师傅咋。我喺片场拍嘢咁耐，都未见过有老鼠嘅。不过我明嘅，女仔之家系应该有少少矜持噶嘛。你行到呢一步，要好大勇气嘅。你搞错咗啦，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好固定、好固定嘅男朋友噶啦，导演。 固定男朋友？系啊，争啲俾你呃到啊！如果你有固定男朋友，点会其他人未见过呢？你系需要啲时间储勇气啊嘛。算啦，导演，我估你唔明啊。真可爱。 终于可以同你讲嘢啦！我成3日冇听过你把声啊 ！Sorry 啊，最近比较忙咧，都冇时间打俾你。我趁依家放宵夜，即刻打俾你啦！你唔好收线啊，要倾耐啲。你等阵先，师傅打嚟啊！喂，师傅，做咩事啊？我冇啊，我 cut 咗叮刀两个手下嗰啲戏，你帮我跟佢。哦，知道，咁我晏啲send翻俾你啊，拜拜。师傅，佢话叫我改一改个剧。 你咁攰，你休息下啦。
Tip 嘅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系刘佩月阿 moon， 我系蒋祖文，我系胡定欣，我系江美仪啊！即刻 subscribe 呢一个嘅 YouTube channel， 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啦！中意呢一条片咧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啊！